出席咱们今天的活动，帅气凯凯凯来喽！我们来看看凯凯今天呢是以一袭什么样的服装出席咱们今天的活动，帅气！哇，你今天也穿太低胸了吧，这位先生！好久不见，明明就上个月才见，来。中间请，我们要再一次有请我们的这个姚慧女士 Sandy， 还有我们的这个 Zina 来到舞台，还有我们的于总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康静女士，还有我们的易明女士，来，我们一同来个大合影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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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于总，我们这边请于总，于总这边，好，来 OK。然后我们所有人稍微往你的右手边啊，左手边一步 ，OK， 好，来，大家稍微靠紧一点啊，来看我们中间的摄影师，来再来一张，老婆好帅，好来，接下来看我们的视频组啊，要看镜头，好来 ，OK， 都拍到了吗，各位摄影师们？好的，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领导，谢谢领导，有请我们所有领导入座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是公关独照的部分啊，好不好？来看我们中间的摄影师，对你自己，尴尬的时刻来了，来笑。好，来看我们中间的视频组，帅不帅？帅气啊！来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 ，OK， 好，都拍到了啊！好了，请帮我递上麦克风，交给你了。这么多热情的朋友，哎呀 ，Hello， 现在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哎呀。很会穿，上次穿一个这个到领子到脖子的，今天知道深圳比较热情，比较热，你看他开到。快到肚脐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个深圳你应该也蛮熟悉的，对不对？我家就是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其实对你来讲有点像是回家的感觉。是的，是的。然后主要是在家还能见到这么多喜欢我的小伙伴，就是特别。他们有人六点就来了，真的？对。即使没有我也会这样讲。猜到了，猜到了。六点就来。待会他们所有的人要继续为你而等待，因为你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程，你到哪他们就会跟到哪，一直陪伴着你，就像娇兰也一直陪伴着你，你一直陪伴着娇兰一样，对吧？好。